姐姐早晨，早晨弟弟，你好吗？好弟弟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咪叫李伟祥啲弟弟。你几多岁啊？32岁弟弟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弟弟。你有几多个小朋友？两个小朋友弟弟。你以前喺边度做嘢？几耐照顾咩啊？喺香港做嘢3年弟弟，照顾老人家同小朋友。以前喺老板屋企有几多人啊？第一个老板有6个人，仲咩？第一前老板有3个人。第一个老板6个人嗰个边位嚟噶？公公、弟弟、小姐、妈妈，两个小朋友。公公几多岁啊？75岁。公公健唔健康啊？唔健康。今日点样照顾公公？帮公公冲凉，帮公公换便，帮公公执药。咁小朋友几多岁啊？9岁，仲咩？4岁。好，你识唔识煮药啊？我唔识，弟弟，但系我识煮煮药。你识唔识照顾 BB 或者老人家啊？我识弟弟。你识唔识可以计先为重啊？我识弟弟。你识煮乜嘢中国餸啊？煎鱼、粥面、煎鸡、其他嘢。种其他嘢，你识过乜嘢糖啊？粟米糖、红萝卜糖、芋糖。如果你喺香港做嘢，边个照顾你个小朋友啊？我家老公弟弟。点解你想喺香港做嘢啊？搵到对钱，买屋。如果老板请你做嘢，唔俾你放假，会俾翻钱你得唔得啊？我得弟弟，老板屋企冇地方俾你瞓觉，你要同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一间房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弟弟。做嘢嗰阵时唔可以搵电话，得唔得？得弟弟。好啦，唔该晒姐姐，下次我见，拜拜。拜拜。